检通道和安检人员，每天增加安检设备262台，开辟送检旅客服务绿色通道，升级送检服务措施，旅客人员为符合国庆假期高峰，中国铁路建交局集团全国职工科组成员主系列车加快加编和城际列车通宵换开行走，高峰日可加开列车76.5次，其中直通56个，列车50次。中国之声在此也特别提醒，无论大家